管我管唔好，抱来看我，你去管拢是一时的，你永远都袂放弃我，一直对我拢有毋忘。妈，你伫我的心肝里做伟大，你知影无？ 真正做后悔，我无听你的话，一直不得手段去尽权夺利，才会母甲今仔日安尼，无法度陪你过母亲节。妈，我真正对你足不好的。袂坏啦，妈今仔日听你安尼讲，我真欢喜。较早。 我总是认为讲，我真对不起你。阿公，即摆我知影，伫你的心肝内，你并无怨恨我，你还阁真有孝心伫的。你敢知影？你今仔日甲我讲母亲节快乐，甲我讲即句话，迄是一个上好的礼物，你知无？ 是嘞，是嘞啦。讲囡仔，讲什么是嘞？你并无对不起妈妈。搁再讲，母亲节哦，有真侪人因为工课，还是什么大事的关系，无法度甲家己的妈妈过节啦。今仔日，你有伫电话顶。 讲一声母亲节快乐，我已经真欢喜啊！好啦，你今日无闲啊，我莫插你啊，吼，就安尼啦，吼，再见啦，吼。想家的夜晚，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，我知道。 午后的清风会唱歌，童年的蝉声，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。当手中握住繁华，心情却变得荒芜，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化。 青春剩下日记，暮色就要变成白发，不变的只有那首歌，在心中来回的唱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。 时间无法度倒退回去，人生嘛未当重来。那么，我真正最想要回去，是细汉的时阵迄个大雪，友好的雪来发。 母亲节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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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
我伫屋外穿衫。好、哦，这么骨力哦，哈！妈搁去给你买几双足适合的衫，啊，让你逐天吼拢穿新衫去学校，甲同学小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唔免啦，啊，你趁钱这么辛苦，我有衫已经穿就好啊。妈妈。是安怎？我爱一世人有好你。你讲的哦，一世人爱有好我。阿鹏因已经把所有的钱拢开落去买完了啊，所以我今麦是不是当该有资格因记名，叫因准备新家转包工程啊？你会用个甲有资记名，啊，不过爱更新，不用个引起金大鹏因的怀疑。我知，嘛不用个甲有资泄露我任何消息，我另外有计划。你放心，我袂搞的。好，拜拜。总算应该该有资格见面啊！张永辉打电话跟我讲，恁个 JF 公司进出污水道转包工程的基金，是金大鹏那边看下面哦。是啊，现在开始走头前。啊，你拄有困难，那无好好讲啦。我知啊，是怎啊？你酒店的代志真无用啊。酒店的代志较无用嘛，无你的代志重要啊。其实我对清楚这个工程也袂放弃的。阿友会冇讲，金大鹏是伫了 JF 公司靠了上个答应，并无正式的签表。既然到无签表，咱就还阁有机会。那你找落来，你拍算要哪走？我已经透过关系，请人约到美商代表接陈毅的秘书李克，伊等下嘛答应要甲我见面啊。哦，那恁我唔哩做伙去啊？回头我这久无来，你到三江啊，你对我好好表现一下嘛。好啊，有你这位谈判专家陪伴，我也较放心。唔知影等下有志去哪看到我，知影我伫新尼考会有啥物款的反应？多谢多谢。没。奇怪，迄位小姐甲有志去是啥物关系啊？啊，你看我袂来？无看伊人咧。不然我等就好啦，你若到应该打电话我。你感觉咱这边阁有机会无？既然你可既然打电话我，就表示咱还阁有转机。希望是安尼。对啦，今天到母亲节，我打算要甲友会带我妈来山顶找小轩做一个庆祝，你要做伙来？够欢迎。当然嘛欢迎，是今日不赏脸尔。哇。规定我要考一对路啊！哎，对了，小轩跟阿的王医师已经蛮感情哦，发展的安怎？袂歹啊，看见哦，愈来愈有机会哦。哦，讲起来，我迄包红包应该先准备好些吼。应该哦。
小姐是有资格的。喂，小米，麻烦你帮我打电话给李明庆室里当署长，甲讲我临时有代志，要取消今仔日的会面。好，多谢。就是我今天不够有资格见到面，今天有资格找一个我不实在的小姐来，我感觉这个时阵不适合跟伊见面。就是有志哥跟李小姐看起来感情敢若真好，搁足甜蜜。有志哥是毋是已经袂记得阮姐姐交新的女朋友啊？你感觉嘞？喂喂 Jason， 好好好，咱来讲听，多谢你呢，健康的民主。年糕我再请你吃饭啦，那你叫你客气，好啦好啦，好。就這樣齁，謝謝謝謝，再見。是啊，事情解決了啦，現在市總經理已經決定要給全村落領單。對啦，銀行的林經理敢有打電話給你？他答應幫你貸款敢落來啊？銀行的貸款確實是已經解決了啦。解决就好啊！你嘛较笑面的，那你有好甲面啊？是毋是搁其他困难？你应甲我讲啊！阿咪啊，你甲我斗相共，照理来讲，我是应该甲你说一只多谢。啊，不过即句多谢，我实在讲袂出嘴，因为你是亲像，因为无得脱离个夹板共款。你哪会讲啦？唉，我这点啊拢无讲唔对啦。所有问题我确实是解决啦，啊，不过我甲你感情的问题，煞变甲愈来愈无法度解决啦，真的。你敢知你安尼讲，就伤我呢？这比刀甲台死，佫较我艰苦，你知影无？我嘛无想要伤害你，啊，不过。咱继续安尼落去，只是让玉华佮你厝内人继续吼，甲咱做阵痛苦落去。你莫想遐尼复杂嘛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我袂佮玉华生啊，我并无想要甲你完全占有啊。只要你莫无睬我，放手我，安尼就好啊。
这只是我一点仔要求，感觉你袂用答应我。啊，好歹嘞，我得继续欺骗尤华，继续受你的控制，这根本的亲像卡了手铐，去用束骨条的，准备去用五马分尸的感觉。哎，我真正不知道以后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啦。是啊，你别想遐尔多。以后你只要好好接受我对你的爱就好啊，因为我对你的爱只有开始，永远都袂结束。喂，阿姨哈，哎，我问你哈，阿阮送予你的订单收到未？哦，收到哈，安尼就好。哎，阿姨啊，阿姨要照时间甲我出货哦。阿姨搬货时阵爱较细腻的。好，一切都要麻烦你哦。好，多谢你，好好，好，拜拜。有吗？你等下。哎。今天吴姐姐呢？如果这样辛苦，就要加班。我请你吃饭啦，咱来吃一顿哦，母亲节感恩大餐，好不？行。不免啦，啊，这个刚有一个新的订单入来，我都要赶紧整理好。啊，这出货的时间，啊，佮有进货时间，拢要安排好势。啊，上好是明仔载一透早，遐货拢会当出去。啊，无吼，我是惊讲，唔知佮有甚物变化无？嘿，即摆这个订单是咱公司的救命订单哦。拢爱靠家，是绝对袂用出差错的呢。是啊，确实很辛苦啊。今仔哦，这特别日子，搁让你这辛苦，唉。唔会啦，我其实哦，这段时间上开辛苦的人是你啊。啊，你看啦，啊，遐银行啊，也无爱给咱贷款，啊，有一挂客户，搁一直咧退订单。啊，那不是你哦，你每安尼操来操去，操总咱这个业务，我看哦，咱的危机嘛不像你简单对到解决啦。哎，是啊，其实哦，我今嘛是足欢喜的，就好亲像我之前讲过，只要咱阿婆甘心。只要咱肯吃苦，咱一定会成功的。你甲看啦，咱即摆公司毋是已经做出一挂成绩啦？你想哪样？我乃看你面色遐歹着。哎，你身体有倒会无爽快啊？无，我真好啦。辛苦是会用，啊，毋过身体还顾呢。我知啊，我看连刚好我是订一个补，啊那无哦，就去买一挂健康食品给你吃啦。免啦，我身体我家己注意啦，顶多是你。啊，公司的代志哦，免再拼啦。别看辛苦是要创啥，怕歹身体变安怎？啥我拢知影，我会注意啦。喂 ，Chris。你搁知影敲电话叫我母亲节快乐无？哈哈哈！多谢你。啊，哦，我跟你爸爸要搁在公司上班啊。无啦，阮即马真好啦。啊？哦，好啦，你甲伊讲话吼，你稍等下。Hello, Chris。有啦有啦，我跟你妈妈拢真好，吼，免烦恼啦。安尼哦。哦，我知影啦，我若有闲哦，会跟妈妈做伙去看你啦，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啊，你也乖乖哦，公公蛮注意啦，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啊，是好啊，嗯，啊，我有甚物时阵哦，比今麦骨较幸福，骨较满足的，会当跟我阿仔哦。
合心协力咧拍拼咱个事业，你阁对我遐尔体贴，啊 ，Chris， 阁知影母亲节就爱敲电话，祝我母亲节快乐。我今年母亲节，真正感觉足幸福、足满足的，啊，足好诶！秀秀，阿姆，祝料理母亲节快乐！哎呀，多谢你呢，啊，给你来坐啦，来来来。安安，舅舅。哦，安安，你有看到不？上来啊哈，阿姨来哦。哦，对啊。给他乖不？嗯。你看，阿姨买什么料理？蛋糕哎。哇，蛋糕呢？哎呦，秀秀啊，人来就好啊，那就加开心啦。阿姆，这是应该啦。啊，如意姐要去美国进前，有拜托我来照顾安安。啊，今仔是母亲节，我得来陪伊啊。哎，安安，我来，今仔你得跟阿妈过母亲节好不好？阿姨跟你讲，你跟阿妈讲，母亲节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哎呀，伊无遮熬啦，伊来熬吼，我就好命啦。是讲笑笑啊。你实在是一个真大心的查某囡仔，还是讲今仔母亲节呢？你来给你妈妈囥在厝的，啊，走来我家，安尼唔好啦。阿姆，你免烦恼啦，我妈伊的节目出济，爱进行参加迄舞蹈社，因今仔也有一个母亲节活动，而且透早出去啊，我又要接东。哦，是安尼哦。阿妈，嗯，来，来吃蛋糕好不好？糖糖给阿姨。糖糖给阿姨。啊！哎呦！阿婆好吃吧？呜！哎呦，酸酸对不对？那也关系啦。看伊伫咧饲安安的猫猫吼，我就想到我伫咧饲来花来时阵呐。哎，时间过得真紧，目一年哦，30年啊呢。我感觉我可能不应该过母亲节。应该过中阳节。阿姆，你是上少年阿妈。啊对啦，阿姆，啊来华无讲伊要倒来啊？公司伫咧无闲啦，啊毋过拄只吼，我有通电话，又甲我讲母亲节快乐呢，啊佫甲我讲真侪吼，足大心的话，好足感动的。哎呦，啊！即卖少年人哦，拢也伫咧无闲事业啦，有转来无转来，还无要紧啊。只要有心，我就真满足啊。这个时阵是谁来？敢会是妈？又搁是你？你是搁来创啥？我是要问你，为什么你无陪你妈过母亲节，该将放你出去？周秀秀，你是住海口的哦，台湾海峡路你管哦。阮妈拢要叫我回去啊，你是咧假扮啥？当作你是阮阿妈。我拄才去公司遐找你，你根本就无伫遐。我无伫遐是该安怎？我敢有欠你钱？就需要你叫到这来哦。哎，你是唔通想要倒贴我？我即摆一个人自由自在，已经过了惯势啊，无想要伫感情上互拖累。我是拄则去你妈遐，
伊甲我讲你真无闲，无时间倒去陪伊。我看出伊真失望，所以我才来劝你倒去陪伊一下。你唔免想伤济。去慰问厝啊！那是进前刘玉姐拜托我照顾啊，所以今仔母亲节我才过去陪伊。虽然感慨已经过了真快了，不过我相信你若愿意倒伊，伊会更加欢喜。我听吧，这个讲来。你明明哥哥花已经买好，要送给你妈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倒去啊？相公，这花是我买的，这是阮公司楼下的妇女团体送的。你讲白菜，这花包遐尼功夫，一看知影就是买的，那有可能是送的？我讲是，就是，你莫直接啰里啰嗦好无啦？你明明都有甚物变好，你的言行举止嘛变个较善良。我想怎，你对待的态度就是要安尼嘞？你真正无需要安尼暗看。你是在讲啥啦？我哪有在暗看啦？有，我看会出来。你是毋是惊？无人会相信你会改变，会踢笑你。根本无人会安尼。只要你有心能改变，会当为着你过去所做代志忏悔赎罪，大家也是愿意原谅你的。来吧，你赶紧放弃迄种真命道理的生活。你是一流的外科医生，你应该好好发挥你的专长，迄才是你人生价值的舞台。你没个够爱，不好了。做医生这条路对我来讲，我已经是行不通啊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因为我嫌伤忝，压力大，钱赚不够多，安尼用一无。请你离开啊，我袂休困啊。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。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，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骄纵，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，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占有，想做你只是朋友，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骄纵，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，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占有。秀秀，你袂真正遐尼讲，搁在你期待我的感情，我就是有这个心，嘛无这个命。我这次出国几个啊，一切拢真顺利啊。
啊，对了，李秘书，有一件代志啊，你要注意一下哈。这个甲赶飞机有一位民众，因为炸至少油水啊，入境美国，罚款$500。是啊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油水升温啊，有含鸦片的关系。啊，即马卫生署有新的规定，民众啊，不管是旅游、省亲、留学，还是出差等等啊，出入境，若是有炸油啊，都要记你啊，炸处方签，还是啊证明文件，那无会去受罚。对啊，啊真侪人未去注意这种细节，所以李秘书啊，你都要提醒啊，咱便衣所有医护人员，还有就医的民众啊。卡边呐，大家受到损失啊！好啊，这座海报还真好啊！好好好，那么这件代志就麻烦你烦恼啊！啊，就安尼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拄仔出差转来，应该好啊，休困才对啊。我无要紧啦，不然啦，我是想要问一下，啊，我无伫咧即几天，是毋是有什么代志啊？无啊，爸，你想哪会安尼问啊？那是无什么代志，是咱我打电话存存，伊拢无开机咧。啊，知影我出差转来。伊嘛无要甲你做伙转来看我咧，可能爸无伫个，伊较无闲啦。伊即马还佫伫边伊无闲嘛？是啊。我出差这段时间，伊拢无安排休假，都一个人住伫边伊啊。是啊。我有伫咧这段时间，边伊是出啥物代志先？那遮尼无闲？我嘛无啥清楚啦。我看，我就来边伊看一下，我较放心。爸，免啦，免这么麻烦啦。是安那免？我本来就应该去边伊看一下啊。我再讲，春春虽然无妈妈，也毋过你有一个亲干阿妈妈的阿姨啊。你本来就应该啊，等于陪伊过母亲节。哦，爸，阿奶有讲，卡出无闲啊，就免特别转去啦，无要紧啦。你免哪会用哩？虽然讲恁阿姨毋是你的亲生妈妈，也毋过伊为你付出真济啊，伊是体贴你，才无安尼要求你一定爱返去。也毋过纯纯做人心肥，袂用这么失礼。好啦，我纯纯尽量抽时间返去陪阮阿姨过节。爸，啊你拄仔返来，就留喺厝里好好休困，啊别个代志你就免操烦啦。我知影。爸。啊，我淡薄仔代志，我先去无闲。好，再见。爸，找你去创啥？当然是关心你啊！啊，你拢无接伊的电话，伊嘛无看你的人。当然嘛，烦恼。你应该无甲我讲我的代志吼。无啦，伊之前有交代啊，所以我嘛唔敢互伊知影。你敢有相信？爸是无甚物怀疑啊，也毋过，陈春，我感觉无应该欺骗爸。你拢唔知我拄只甲爸讲话足无自在。啊！我甲爸讲白贼啦，我心内感觉足袂得过。而且明仔载爸爸会来病院啊，到时阵看到你住院，代志毋是共款会憋空。你讲的嘛有道理，无即摆我去办出院，咱来转啊，安尼就袂好办法。袂用的啦，以你的状况，医生爱你住院休养，你莫甲家己的身体讲清楚啦。啊，不过。
若是我爸看到我倒伫咧遮，代志就按扛袂掉啊！我真正要出去。好啦好啦，我干嘛让爸知影？骂我怪我，我嘛无希望你有啥物意外。你病，你才会当得到上适当的照顾。无论如何，这件代志我绝对袂让步啦。怀伦，咱来等啦！我真正袂啦。春春，怀伦，我真正。爸，你真正是这样？拄仔伫厝里，我听伟伦甲我讲话，吞吞吐吐，我就知影有问题。我袂放心，敲电话来病院问者。拄好事甲我讲，你即摆状况，春春，发生这么大代志，你是安怎无要甲爸爸讲呢？我今仔也是无过来，你毋着准备，免得继续冤骂落去。爸，是嘞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你佫敢甲我讲话？拄只你先啊，无要甲我坦白讲，你竟然连我这丈人爸都敢欺骗！爸，你莫怪维伦啦，是我叫伊不准讲的。春春，你差一点仔连命都无去啊，先啊无要互我知影呢？因为我今日受过烦恼啊。其实爸，我只不过是出一点仔小小的状况。以后较细腻的就好啊！你看啦，你看你即摆这样烦恼，你跟我明仔怎甲家己讲啊？春春，爸爸是医生，你搁想要骗我？我知影你的状况，你即摆根本就无适合搁继续做排卵针。答应我，莫搁做这么冒险的代志，哦？春春，你有答应爸，让爸安心吗？你现在就袂当体会我想要提起你的心情。爸爸当然会当体会，我这个爸爸当然希望会当支持家己的查某囝。那你想到干嘛叫我放弃？那也着讲。你即马已经有性命危险啊！天下间有倒一个做爸爸的，会安尼目睭金金看家己查某囝，为着要拼有囡仔，拼到有性命危险，搁安尼急点点无出声的。爸，我真正袂有代志的啦。我无想要搁听你讲这话啊！我嘛无想要讲，等到万一若是出什么代志，才来伤心，才来后悔。春春，你已经气向你这边啦。应该死心嘛！就算你无要放弃，我袂反对到底。爸，爸，你莫激动啦，也莫气气喘喘，伊即摆需要好好静养。我嘛想要好好讲，要毋过伊就是讲袂听。爸，你先去办公室啊，大家先好好冷静下来啦。我，好啦，爸，行啦，爸。我要替汉汉跟你讲一声母亲节快乐。谢谢。汉汉，妈妈为着要跟你饲养大汉，足辛苦的。等你下班大汉以后，阿姨还妈妈哦。建成，阿天汉妈妈其实拢嘛同款，拢是真无简单才甲婴儿栽培大汉。所以你赶紧等伊好哈，阿好阿陪伊。啊，哈哈，哎呦，妈妈抱，哎呦，你放心啦，阿今嘛有汉汉陪伴我，我一点仔拢袂感觉孤单。而且我讲唔想讲，等下有会会带我阿姨去，阿阮会做伙庆祝母亲节啊。真是的。你卖为着要叫我等伊陪阮妈咪。就甲讲这种善意的谎言，对吧？
当然是真的啊，亚哥。哥。你无看我人今麦已经到。谢谢。哎，亚哥的女朋友嘛算是一家人啊。阿 K， 你跟我当遐尼些，我都参照一家人同款啊。阿姨当然马替我来庆祝母亲节。哦，只是亲像一个人，未来一个人，也是马上变成一个人。我希望你早一日会当变成一个人。我嘛希望大家拢是一个人。